冲破天际的声浪，握紧方向，燃尽梦啊，心有必胜的胆量，急速对抗，绝地透光，重回荣光里归来，生命的我们可以搞赛车啊。国外汽车界流行一句话，周末赢比赛，周一能大卖，说的就是赛车对于车企的意义。它是帮助车企建立品牌形象的最好方式。小白总，理论没错，但国外的理论未必适合国内啊。国外的一线汽车品牌都是依靠赛车来维系自己品牌的商业价值，不论是德国的马库斯还是日本的龙野，赛场上的成绩都和当年的销量。没有人叫你来开会，你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坐下吧。能让他继续说下去吗？飞总，您大概还不知道吧，赵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赛车迷，我相信赵总也对我的建议非常感兴趣。没错，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了解赛车对于一家车企的意义，你们的老对手骏达这些年不就是靠着车队的出色战绩大大提升了品牌的价值吗？现在媒体和消费者都变得更看好他们，但瑞风却在两年前把自己的车队给裁掉了。那赵总，您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瑞风车队重建，那咱们这件事还有聊的可能？除了车队还有他。小白总在啊，当然好啊，我们自己人，但很遗憾小白总因为飙车赛照啊被吊销了。我再说一遍，是你们瑞风的车出了问题，我陈墨白就算在赛场上超一万次车也不会在赛道外飙一次车。有人信吗？有人信就说。你看没人信你。我信。你谁呀？你信有什么用？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把陈墨白超速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数学问题来看的话。麻烦你了，我们还在开会呢，你该干嘛干嘛去，继续。好啊，那让我们听听你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飞总，我不好意思，我需要一块白板。首先，分析车辆在全路线过程中的危险点，根据车辆当时速度与实际转弯半径为约束，带入车辆动力学中的已知数据，如车重、轴距、
极限转向角等，反推未知的数据，如轮胎摩擦系数、轴和转移系数等，求出组合解。根据组合解约束函数计算，求出未知数组合解的发生概率，即可解出全过程车辆实现通过路线的最终概率是0.0012。所以按照你的理论，如果是车有故障，小白总还能没事的几率是千分之一。我换一个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说法，那就是他故意飙车的几率是99.99%。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个概率不是零，那它就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要代表公司感谢你啊，因为今天这件事情彻底有了定论，那就是我们瑞丰的车没有问题。安总，我的意思是……行了，你别说了，我替你说吧。我觉得这位特别执着的员工的意思就是，能够实现这千分之一概率的人就等于天才。如果陈墨白说的是真的，那他就是这千分之一的天才。漂亮，我从小到大都没像今天这样佩服过你。小白总，你这等于是告诉韦氏我们瑞丰的车有问题啊。如果真的有问题还不去面对，那我们确实不值得你投资。没错，我们很希望能够继续得到韦氏的投资，但这不是建立在逃避问题的基础上。不管出现问题的几率是多少，瑞丰一直都是一个敢于直面质疑、解决问题的企业。包括所谓卖脱的逾期，也是因为我们在为他人所不敢为。飞总这个态度倒是让我想再给瑞丰一个机会。如果陈墨白真的是那千分之一的天才赛车手，那我觉得重启赛车方案也许对瑞丰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品牌的途径。就算真的要做赛车，也不一定非要陈墨白啊，我可以请最好的车手，一样可以达到效果。谁来赛车我不在乎，不过找新的赛车手需要时间，瑞丰目前的情况耗得起吗？那是不是只要我能请回陈墨白，重建瑞丰车队，我们就继续合作？也不是，我这个人向来只投第一名。这周末就是乙级方程式的收官战，如果瑞丰可以夺得冠军，我就考虑继续投资瑞丰。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至于陈墨白能不能按时上场，拿不拿得回赛照，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要证明我们的车没问题，小白也没有飙车，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你担心什么？我既不想靠他来拯救公司，也不想让他继续赛车。我明白。可是就目前的局面来看，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小白，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机。通过这两年，你应该看到了，他是不会放下赛车的。与其徒劳阻止，不如换一种方式保护吧。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陈墨费心就跟块石头似的。等等，接下来公司会配合第三方机构对事故车辆进行检验，如果是瑞丰的责任，瑞丰一定会负责到底。你们可算说了句人话，走了。
陈墨白。没想到你又要回瑞丰了。是啊，还能怎么办呢？也只有验车这一条路了。没事，为了梦想跟他低个头也没什么。少来吧，我还不知道你，早就想回瑞丰了，就是想让他风风光光的把你请回来，证明他当年做的是错的。我就发现你这个智商啊，跟我爸血压一样高。谢谢你啊，今天助攻打得不错。不用，是我要谢谢你，帮我完成了我一石三鸟的计划，现在跟瑞丰谈判的主动权都在我手里，真的是门好生意。合着全都是你自己下的套啊！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行，吃饭喝酒马撒姐你随便挑。别装糊涂，我的诉求你知道。不就想结婚吗？陈墨白，嗯，我要是在婚纱店看不到你，今天的事儿我可不保证会不会反悔。你不会的，你是生意人，我相信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陈墨白。千分之一，你怎么不算出个再小的数啊？我没想这么多，就是实话实说。开玩笑啦，今天我要好好感谢感谢你。那你之前说过，如果我能证明你的清白，你就把头盔给我。对啊，但是今天这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呀。我跟你讲，要不是后来有人力挽狂澜，我今天就死定了。所以顶多今天算你完成一半。一半怎么算啊？一半。哎，我把头盔劈开，你跟赵雨宁一人一半怎么样？不可以。开玩笑啦，等我拿回赛照再说。哎，你怎么这么懂得车啊？我不懂车，我讲的是物理和数学。啊，原来你不是相信我，是相信数学啊。数学的世界里，零就是零，一就是一，是很值得相信的真理啊。你这智能机器人是挺厉害的，但是就这个程序啊，感情程序有点 bug。怎么会？数学让我更相信对你的判断，让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优秀的赛车手。你这漏洞修复得挺快啊。晚上一起吃个饭呗，聊聊数学。不用了，这个时间我要回去浇水。你这机器人还养花啊？没养花，养氯化钠晶体。氯化钠晶体，那真是个怪人。师兄，你今天就放下韦氏总裁的包袱吧，这里的串串很好吃的。连你这个快刀手都下不去手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啊！你没把瑞丰的投资砍掉，这个陈墨菲连一顿像样的饭都不请你吃啊？我没说不砍，只是晚一点嘛。师兄你也吃啊？为什么晚点？这不像你的风格。这周末就是乙级方程式的收官战了，想多看一场比赛，而且有陈墨白在，这场比赛会精彩很多的。等于说这一站如果他拿到了冠军，那么在积分上他就是总冠军了啊。哎，要是他真的赢了，你打算怎么收场啊？这次他们最大的对手俊达
请了日本甲级的团队过来帮忙。如果这种情况下他都可以赢，那就证明他真的是个潜力股，值得我赌一把。哎呀，这位小姐啊，我提醒你一句，你可是主动申请了咱们公司最重的 KPI， 他们才让你回国的。一旦你失败，你将会面对什么？你很清楚。其实我这几天混到瑞丰去看了一下，我觉得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何以见得？一个企业成不成功，就只需要看他墙上贴的、嘴里说的、员工手里做的，还有让客户感受到的。这四个方面，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完成的都很好。而且陈家姐弟，我了解他们，于公于私，他们都不会让瑞丰倒下的。费总，临海验车中心的人已经到了，小白总的车已经在验了。有消息了，告诉我。好的。这辆车刚出事故不久，麻烦您一定要帮我好好检查一下。放心，我们会仔细检查的。为了表示感谢，一起吃个饭吧。不吃了，谢谢。师傅，发动机查完了，都正常。好，我知道了，查别处。好。验车结果明天就出了。希望有个好结果。妈，我到附近吃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嗯，你先休息。你吃的也太少了，你家人都生病了，要照顾好自己。我习惯简单吃。你这是坏习惯。不问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你为什么来找我？一会儿验车结果就出来了，我想和你一起等待结果，看看我自己是不是你算出来的千分之一。你知道吗？这次比赛对我特别重要，我一定要去。比赛每年都有，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啊。只有我拿了今年的年度总冠军，我才有足够的积分去甲级联赛。沈川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早就跑甲级方程式了。我现在还跑乙级，他会对我失望的。你这么在意他的看法？当然了，我可是要超越他的。只可惜，没办法在赛场上和他一较高下了。来了，白雅，怎么样？莫白，查完了，没什么问题。没查出问题？你查清楚了吗？再查一遍。我都盯着查了好几遍了，而且飞姐也亲自来了，也改变不了什么结果。这可咋办啊？
遗憾，我不是你算出来那个天才。有些事虽然没有被证明，但不代表不存在。现在怎么办？瑞峰的车没问题，在我意料之中。至于陈墨白，他有没有飙车，我没什么好说的。实在不行就选别的车手吧。你要不要给小白通个电话？我这么多事儿，照顾不了他的感受。哎，明天他听证会。我去看看。验车没查出问题，那明天去听证会怎么办呢？跟他们理论理论呗。凭哥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估计还能有翻盘的机会。希望顺利。行了，我就送你到这儿吧。明天还麻烦你来证明，不过你别有压力啊。就像上次病房就好。走了。陈墨白离开瑞峰都是因为沈川。当年沈川出事，陈墨飞就把车队解散了。我不是你算出来那个天才。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好意思。什么事儿？行政部的来捕捉登记。这么晚？现在拉闸没电了，你拿个手电筒往这边走吧。谢谢。验车也可以作为数学问题，将车辆构造当成抽象函数，结合概率论和排除法，去求出最后那个正确结果。一辆车20000多个零件，问题到底在哪里？错误的答案一个个划掉，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是对的。油门踏板机械故障，不对。ECU 核电喷程序错误，不对。加装的快排系统在自动不流，也对，都不对。一切都是正常的，连空调都查过了，还有什么地方？干嘛呀？当然是组团给你助威去啊。这口号真是怎么样？不错吧？我想的，感人肺腑，振奋人心。走，我们去说服他。哎，
天天除了吃就知道睡。出发。请现场安静，现在有请证明人。事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车辆进行了简单查验，并没有复现他所说的油门失控情况。当时我们正在进行采访，全程录像记录着，那车确实严重超速。我们代表临海验车中心对车进行了全方位的查验，引擎组件、油门组件、 ECU 以及电喷组件均未查出异常。你们查不出来不代表他没有问题。就是陈默白是不会飙车的。请现场保持安静，现在请最后一位证明人，同在事故车上的沈西。谢谢。好。证明人缺席，陈默白，现在举证环节已经完全结束，请本人进行陈述。很遗憾，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没办法还原当时的事实，但没有证明不代表不存在。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会觉得赛车是一种冲动、莽撞、对速度的追求和上瘾，但我不是这么觉得的。车手是孤独的开拓者，每当我冲向终点，我的兴奋和喜悦就像是被塞进了瓶子里，塞上了塞子，即刻封存，重新归零。我的目标永远都不是终点，是更远的地方。车手也是责任的承载者，因为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更是整个 team 的运动。我要承载着整个团队，他们所有人付出的心血，在赛场上去争夺每一秒，去争夺更好的成绩，这是我的责任。在赛场下，我不会做任何玷污赛车的事情，更不会以任何方式去追求对于速度的刺激。我面对一条条赛车前辈们用生命开拓出来的赛道，敬畏之心是我的底线。虽然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但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好，基于目前的情况，委员会将进行讨论，半小时以后宣布裁决结果。现在的局面对小白很不利，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您是沈川的妹妹吧？我叫吴小编，做赛车公众号的，之前在欧洲采访过你哥哥，当时你也在。请大家回到会议现场。对不起，我还有急事。休息时间结束。可以透露一下当时的内幕吗？马库斯为什么要隐藏工程师的身份？那人是谁呀？可以说一下吗？对不起。哎，那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文件交给那个人，请他马上打开。好。你好，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让你马上打开。啊，
哎。经过委员会委员们讨论，我们认为赛车运动员陈墨白对赛车运动的感情是真挚的，也懂得赛车手的职业底线，但是裁定的结果必须要以证据为依据。根据现有的各项证明材料，包括交通执法部门的调查以及鉴定报告，我们最终认定赛车运动员陈墨白，你的赛车驾照掉了。等一下，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补充技术报告，有新的发现。请大家安静，我们需要合议一下。料的技术部分很扎实，对，按流程证据也鉴定过了。根据最新的补充证据，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结论。当时车辆的具体状况如下：有异物进入了空气滤清器的后方，因进气吸力卡塞了节气门，导致油门无法正常关闭。在车辆撞击时，进气管开裂，异物通过裂口滑出，所以在后续检验时故障不可复现。鉴于相关部门认定不属于车辆的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驾驶员危险驾驶的操作，我们决定对于陈墨白吊销赛照的决定予以撤销。散会。啊！撤销了！墨白，墨白，一身清白！墨白，墨白，一身清白！最好的结果，恭喜你。不是没查出来问题吗？刚才有人补充送来了证据。谁啊？我暂时也不清楚。哎呀，谁都不重要，反正是帮咱的人，关键时刻还是能有贵人的。那我再要一个创口贴吧。晚上海洋馆见面吧，我把头盔给你。怎么会约在这？你不是喜欢这儿吗？你被骗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屏保了。那你怎么知道是这家？你坐的公交车只会经过这家海洋馆啊。想要了解你，还真得费点功夫。头盔呢？你怎么没把头盔带来？给。你这算什么？我还以为你是个说话算话的人。我当然是啊，但是做出报告的那个人才是大功臣。你那天只做了一些数学题，只能算个小功臣，所以给你个小头盔了。我要走。你还不承认啊？
你应该忙了一晚上吧？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都知道了，别否认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的？不好意思，我想起店里修理工碰掉的螺丝，加上在车里听到的异响，会不会是螺丝掉进去？最后想到是节气门，这种拉线油门的老车，如果节气门很久没有维护，很有可能被异物卡塞，无法关闭。那就会出现油门卡死的状况。接下来只需要找到这颗螺丝。干嘛一个人去找？喊我一起啊！我不需要，两个人还要讲话，反而会降低效率。事情就是这样，头盔可以给我了吗？给你，当然可以啊。但是，作为被认定天才的奖励，能帮我个忙吗？后天的乙级收官战对我很重要，明天就是排位赛了。我想带着穿神的头盔到现场，就好像是他可以见证我的重要时刻一样。等这场比赛一结束，我肯定把头盔给你。行吧。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怪啊，明明这么聪明，还这么厉害，还可以做到很多人不能做到的事儿，干嘛就非得在瑞丰当个打杂的呢？为什么呢？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喜欢打杂。怎么这么大鱼缸就一条鱼啊？这是狮子鱼，也有人叫它害群之鱼。虽然长得漂亮，但是有剧毒，所有靠近它的鱼都会受伤。这样的鱼只能如炬。哦，奇怪的知识点又增加了。你一条鱼在里面孤不孤单啊？可以找点爱好啊，比如做做数学题，养养奇怪的晶体什么的，别老一个人待着啊，一条鱼待着，是吧？进。贝总，你找我？嗯，我听说陈墨白的验车报告是一个年轻姑娘连夜赶出来的，是你吧？为什么这么说？那天和韦氏的会议之后，我就把你的入职报告调出来了。German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德国工业大学。考进这个学校不简单，你学什么专业的？机械工程和流体力学。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行政部做内勤？你不想说没关系，我不为难你。不过你找出了专业人员都没找出来的问题，说明你很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该被埋没，转岗去技术部门吧。谢谢飞总，但我不需要。
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做技术工作，而且我妈妈生病了，我得花时间好好照顾她。那先这样吧。嗯，我先去工作了。小白那边刚刚开始排位赛，怎么样？不理想，目前五名开外。这么靠后？没关系，他这个人压力越大，动力越强。看他后面表现吧。排位赛跑的也太憋屈了，刚跑两圈车就坏了，好不容易把车弄好了，又没时间跑了。所以说白了，还是你手速不够快呗。净瞎扯。我还没见过比工哥快的呢。哎呀，自己传的车可不是这样吗？表现怎么样，纯靠运气。好在咱们已经解决问题了，明天的正赛肯定 OK 的。OK 啥呀？罗云浩车那么好，明天是杆位，过去不就白被吊打吗？你们知道当时沈川怎么进的超级大奖赛吗？当时川沈最后一场乙级方程式比赛，车出了状况，垫底发车。但最后是领先一整秒夺冠，一战封神。我这第八。起码比垫底强不着吧。那可是沈川啊。无论是谁，作为一个赛车手都不能提前泄气。这就是赛车最终的魅力。不到最后一秒，谁都不知道结果。你怎么来了？来接你啊。接我干什么？我要上班。你不用上班了，我让强大给你换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跟我一起去赛场。去赛场干什么？给我加油打气。你好，罗云浩先生，请问今天杆位发车如何看下？首先还是要感谢骏达集团给我的全力支持。猴子，抓紧时间做最后贴士。小胖许工怎么样？陈墨白，你放手！来都来了，陈墨白，就好好体验一下咱们奋斗的结果，见证我的胜利，氛围多好啊！你可算来了，我还怕今儿便宜陆云浩了呢。怎么会？小白哥，车快好了，我再检查一下发动机。哎，就别想着走了，看看我比赛吧，兄弟们。开始吧。风轻轻呼吸，心慢慢沉寂，脑海是你的痕迹，删不去。时间一点一滴，记忆。